要把有人克来解杀！
吃斋念佛，诵经打坐，又有几个真的心如止水、清净无畏？你看看，这大风大雪的，还要这么拼命，一定也是为了那个玩意儿。哼！你来之前，我算过一卦，你猜猜写的是啥？动不如静，有财无命。既要送死，也不拦你。小西天土地在此恭迎天命人。的小庙没，那里面便藏着你要的东西，趁此地的主人不在，快快取走，切勿停留。好得很，好得很，他还记得你的味道。那猴活着的时候，只知四处求人，哭哭啼啼，死了还祸及子孙，引得你们一个个送上门来。我这大包都快装不下了。康金龙，你法性已通，出来帮为师试试他的成色。看看这只猴子是否够格做我的弟子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入了此番轮回，就别想再轻易涅槃。Thank you.
转。
暗杀几个，就可以出去了。
Thank you.